历久不衰的格斗游戏《快打旋风》又有新情报释出啦！这次呢，要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《终极快打旋风四》的五位全新角色啦，包括了 Poison、猛毒、Hugo、雨果、Rolento、罗伦特，以及艾莲娜、Elena， 以及最新释出的 DiCaprio、迪卡布雷，全部呢都是非常强劲的新角色哦。迪卡布雷是不是长得有点像切咪啊？哦，原来是蒙面版的切咪嘛，这是不是太神之尊费了点啊？ Capcom 的快打旋风尚未平息，终极快打旋风四预定四月率先推出大型电玩版，并释出保密已久的为切咪新角色迪卡布雷，连同鞭子后腿的猛毒、卷毛大眼的雨果、野性敏捷的艾莲娜以及爆弹佣兵罗伦特，共计五位全新角色的游玩影片，并新增部分内容与调整扩充，重新设计角色平衡度，并增加如双重终极连续技与延迟起身等新系统，将来必定会掀起新的一波快打热潮。喜爱格斗系列的玩家们，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更多内容的终极快打旋风4哦。